李玉芬不装甜，简宝龙 say yes。外形甜美的女星李玉芬受邀示范 Coach 秋冬系列，私下热爱休闲街头风的她，看到多款印花拼接新装，也忍不住动了心。我自己也是喜欢比较特别，因为可能有单一件，可能有时候比较无聊，可以做一些拼接。其实有时候它可以是帅气的，有时候可以是比较 lady 的，它有不一样的风格的拼接，而且它帮你搭好了，你也不用再可能买上衣然后要再去做另外的搭配，它搭配的颜色也都蛮跳蛮亮的，是有点走到懒人型的搭配吧。对，自称对可爱的东西没 feel， 直到见到了它。当然一些潮流街头的东西是还是很喜欢，可能但我不是一个幼稚的人，可是它我可以，就是它是很经典的一个恐龙，这个很炫。时尚动新闻，因为这不会太娘。报道。